馆长这一案涉及到大台北地区重大的犯罪集团保和会，不断的在大台北枪击、杀人、掳掠、恐吓勒索，犯下无数起的重大刑案。这是一个目无方法的犯罪集团，除恶务尽，毫不手软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怒了，他今天表示，为了追馆长枪击案，真正幕后主嫌，警方将目标锁定保和会。警方昨天兵分十二路，大规模扫荡保和会，逮回前会长，绰号小宝的邵伯杰。第一个，我警察先趴下。好，现在是警察，快点，说，说。警方之所以锁定保和会，也是因为他们涉及多起暴力讨债，不但调派小弟担任送毒小蜜蜂，训练手下成为枪手，不排除主导策划多起枪击案。他第一枪朝我的头开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后面一定有人冒充杀。既然来到新北市犯罪，新北市一定扛起责任，全力的查查，面对帮派，面对恶势力，要毫无忌讳，全力以赴守护新北市民的安全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